这就是传说中的单缸怼。封城的第11天，快递呢也不通，借了一台微克士的打气棒，咱们拆解。先看一下结构，拎手，照明灯，这个亮度还可以。SOS 模式，侧面有气嘴、气针，可以给足球、篮球打气儿。右侧电池，18伏、4安时、72瓦时。电池触点，额定输入20伏7安，充电效率140瓦，工作气压10百帕。顶部显示屏控制按键，可以设定气压，开始。简单试玩一下。好家伙！爆了爆了，爆的真惨，衣服袋子都给干碎了，裤子没事儿。接下来拆解，现在可以看到马达驱动板、马达、气缸、偏心轮、主控板、压力检测，全部拿出。非常的好拆，马达驱动板上面两枚 MOS 管，控制马达的供电。马达后面有一个散热风扇，上面是型号18伏，然后是气缸，给马达一个3伏的电压，看一下低转速。风扇、气缸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单缸怼，连杆里面有活塞。11尺的马达，连杆、活塞，上面很多的润滑脂，偏心轮、钢筒、内壁光滑。钢筒上面呢还有个单向阀，然后压力传感器、气压传感器，上面还有一个小胶圈。然后是补光灯，一共15颗 LED。最后是控制板、显示屏。所有结构看完，大家还想看什么呢？欢迎评论留言。